般的 UAV 在应用上主要是利用出任务的时候进行影像的拍摄，然后在返航的时候将这些影像取出，并且再做后处理的动作。但是这样的行为就无法做到所谓的即时性，也无法套叠在图带上，更无法去进行图帧的比对，也无从得知当前影像中的位置与真实坐标中的位置。我们当前的做法是 UAV 在执行任务时将影像及姿态传回到 Video Server， 然后 Video Server 再将数据传到系统中去做应用。现在这台 Notebook 的角色就是当作 UAV 的 Video Server， 主要负责及时接收 UAV 的姿态以及 UAV 所拍摄的影像，并将这些资料储存下来的一台伺服器，并将讯号传至 PC 端。而 PC 端的任务是透过网络去接收讯号与姿态，并且透过截取卡将影像传入。你目前看到的左方这一大块就是我们的图台，而右上方就是 UAV 所传回来的即时影像。我们除了左方图台及右上方的即时影像外，目前看到这个区块，它是我们的主要控制的功能列。我们提供一个多视角的控制功能，我们可以去拉远、拉近，以及做一些俯仰角的设定，以及从旁去观看的一个角度设定。然后我们还提供一个还原视角的设定。我们可以在 UAV 的即时影像上做标记的行为。我们点选后，图台左方图台上会看到同心圆，它是对应到真实世界坐标的位置，并且可以将真实世界坐标的位置给标记起来。我们还提供 2D 检视的功能，它是个 2D 的平台，它跟多视角一样，提供拉近拉远的功能，以及平移的功能。你也可以直接在图台上直接拉移飞机的位置，并且可以还原原始的设定。开启影像这个功能是可以将目前 UAV 上面的即时影像套回到图台上面。透过这样的一个功能，我们可以让使用者清楚地看到目前的影像以及即时影像的差异性。举例来说，当土石流灾害发生的时候，我们透过这样的机制可以切换观察到灾害发生前的影像以及目前 UAV 传回的灾区即时影像，提供决策人员能准确地掌握实况。